这家不容易，这么做更不容易。姑娘不还这个情，哥哥也不会说她。姑娘要还这个情是姑娘的心。我听你哥哥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也挺不舒服的。你可以还这个人情，可以还，那是你愿意。但是他得领这个人情，他得知道妹妹的不容易。其实这姑娘最可怜，就是好像在她身边很亲密的这种跟男人的这种关系里面，她永远是那个付出的那一方，挺让人心疼的，确实不容易。找一个疼爱你的男人嫁了吧。我估计那个情啊，只要他哥开口，他永远会付出。他15岁的时候父亲就走了，可想哥哥那个时候其实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。所以我跟你说小 Z， 他身上没什么油水了，别再炸了。好可怜的这姑娘，真的挺难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觉得吧，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，我还是挺想和你在一起的。就是吧，家庭方面咱们以后慢慢再磨合的来。我不会放弃我的家庭，我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，尽我所有的能力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。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那我只能跟你说对不起。我觉得你应该有自个儿生活，不能老是一心为了家庭，应该为自个儿活。我的家人为我付出很多了，现在是我长大了，轮到我为他们付出的时候。哎呀，那你现在这样做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啊。这个题就录的心里面特别沉，生活大概就是这样，多理解多宽容可能就特别的重要。所以在这儿也是呼吁一句话吧，希望妹妹家的哥哥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考量一下，或者体会一下你妹妹的不容易。曾经你帮助她，给她未来和希望，希望在妹妹再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们兄妹两个人能够达成一致，既不伤了感情，又能携手往前走，这很重要。人身上该有的那点人情味儿，什么时候都丢不得。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吧。要旅游找途牛，途牛旅游提醒您，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，更有火车票、机票、酒店优惠券领不停。下载使用天天轩，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老师们的在线解答，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图磊1对1的指导。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，点击左上角宝箱抽取现金的卡券。下面就是看这对年轻人自己选择的时候了，请开门。